好，全部告诉黄老师，猴子在哪里？猴子在鹿茸课后面。鹿茸课的后面一个。后面第一个，那猴子在谁的手上面？说猴子在，一二三。那猴子在 Campbell 的中文名字，柯山伯。猴子在柯山伯的左边，左边上下左右，左边第几个？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他左边的第一个。好来，哦，你的第二个。好来，猴子在八斤斤的哪里？上下左右，左边还是右边？左边，左边，左边一个。好，左边第一个。好，告诉黄老师，猴子现在在哪里？在下白雪山，在大白板的前面。哦，在大白板的前面，在马克笔的。在马克笔的下面哦，有一个小朋友说在马克笔的中间，马克笔的中间，马克笔的上面，对，很棒，马克笔中间，马克笔上面都可以说猴子在，猴子在小白板，大白板的前面，在马克笔的中间，马克笔的上面，马克笔的上面，说谢谢，再见。谢谢，再见。